师弟，青叔，时间紧迫，多的话我就不说了。你们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咱们出发吧。真人，现状如何？情况比想象中要糟。神庭阵已经发动，神庭阵外侧有节节阻隔，我们无法进入。现在必须先设法将内庭中占据六处眼位的器物破坏，否则神庭阵一旦成型，就无力回天了。白家领受神谕，几代人镇守边关，保境安民，功劳显赫。而如今朝廷无能，任凭凶兽肆虐，却束手无策，陷黎民于水火。天下有能者居之，何该白家为帝？君临天下，拯救万民。拯救万民，君临天下。拯救万民，君临天下。他们也被子秋的能力增幅了自身。敖虚，武林定向诀。发动六界会生灵涂炭，哥，不要再错下去。白家是天命所归。是。是。
已经中了迷花粉，我们赶紧去塔顶。小美，你。叛徒们果然来了，营以疲服，竟敢违逆神旗。既然如此，就收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。
结束，还没结束，来干！继续挣扎吧，神庭大阵已无法阻挡。小秋，蝼蚁之辈，妄想撼天。此卡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。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秋救回来。哼，狂妄！小秋的意识真的还在吗？他简直强得过分啊！哎，不要分神，打倒他才能阻止法阵。
尊的力量，不止于此。神界律法至高无上，但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哼，尊还轮不到如这次品来评判。剑，来，快避开，去中央平台。本尊的力量不止于此。子秋有了一丝意识，快！帮到你就好。小秋，小秋，没事，只是太过劳累，沉睡过去了。剿灭魔族，天师门剿灭魔族，就是人界第一大派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业。大哥，大哥，小青，小妹，
破坏白家的计划。大哥，我做的绝非是错事。神庭镇，敖虚神尊。你们竟敢破坏我们的计划！叛徒，叛徒，别想活着离开！神界，三皇誓约，永绝兵戎。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讨之。魔界、人界都没了灵气，定是神界做了什么手脚，要断我魔族生路。炎波之威还有转圜余地，已经有神族勇士去阻止祸首了。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曾是神族走狗，当然不顾我们魔族了。放肆！若非当年我众竭力庇护，你迦罗罗不早已覆亡。如今壮大后却背信弃义，信义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。别啰嗦了，滚！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，守住洞口。大人，您的身体。执行命令。是。谋求生路，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绝路。不过就这点兵力，魔界各部众马上就到，你们等。得了几时？大哥，大哥。小晴，你一切看开些。白都督他也不希望你太难过。如此观之，这才是神庭阵法的真意。神庭阵为天地双阵，我们只是破坏了地阵，而天阵还在运转。天阵，天阵不破，极下营上便不会停止。我观此阵不似是在人界发动，很有可能是在神界。敖虚施法时会确保不被打扰，神界中能让他这样做的地方唯有春姿。他是春姿拳手，躲在那里神魔也动不了他，唯我可施春姿神力能与他一战。真人，在破除天阵阵眼前，可还有方法抑制阵法？如果借地阵中的九泉之势，构画一个与天阵相逆的螺旋，或许能拖延大阵的运转。只是眼下不仅缺少阵眼，我对九泉也所知不多，所以并无太大把握。况逆阵消耗巨大，恐怕依我一人无力维持。九泉的事我来帮忙。我是独杖拳手，又熟悉九泉之力。这帮手舍我其谁？桑霞氏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，
师父，还有我。小晴，我来帮师父一起维持逆阵。有墨晴协助，我也安心不少。现在就只缺阵眼了。阵眼需承受九泉之力的逆向回流，若无大量灵力来疏导，阵法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。让我来好吗？姐姐。小青，你醒了。嗯，姐姐，我刚才都听见了，这个阵眼还是让我来吧。敖虚利用我的能力发动阵法，我也可以用相同的力量帮助你们。可是你的身体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体内还残存着一些魁宇大人的灵力，我有把握。有我主持逆阵，还有墨晴与桑霞师从旁照看，子秋不会有危险。万事俱备，我们现在就去神庭塔顶布阵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只是心里难受，不是故意不理你的，我还是想。小青，我都明白，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，等你来做我的新娘子。嗯。小秋，等下不要勉强自己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师姐，阻止敖虚是春姿剑手的职责，只能由我来了结此事。你留在人界，等我回来。之前我们用武灵之力削弱地阵，破天阵时应该也能用得上。再说，敖虚诡计多端，他知道只有你能对付他，不会没有防备。你也需要一个助力。我不能仅凭这些猜测就将你置于险境。可是我也承诺过，不会离你左右。好，既然师姐已有决意，我会尽全力守护你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是。是晴妹，阿尤，我和师弟出发了。月姐姐，一切小心啊，我们等你们平安回来。起阵。